漳浦县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部，距离厦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里依山傍海，有着丰富的地貌和物产。刘辉祥是地地道道的漳浦人，这些年他一直在厦门工作生活，是一名流行音乐歌手。不过尽管平时工作忙碌，到了春节他都会回到漳浦，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平常工作比较忙，所以呢也比较没有时间回漳浦，一年也就回来那么几次。那现在过年的肯定要回来的，回来就可以跟我那些亲朋好友啊，包括我爸妈他们好好聚一聚。常年在外打拼，每次回到家，母亲总是要给刘辉祥一个大大的拥抱。游子思乡，母亲的拥抱让刘辉祥倍感亲切和温暖。回到漳浦，刘辉祥还会走走亲戚，见见老友，看看家乡的变化。哎，姐。哎。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是不是？今天我来你们家蹭饭了。我正好就是做一个拔会啊，哈、哦，这个很好吃，太久没有吃了，太久没有吃了。这个过年都要做这个的。正在厨房里忙活的是住在漳浦县赵家堡的赵爱英，刘辉祥叫她赵姐。听说弟弟刘辉祥要来家里吃饭，赵姐早早做了准备，想给刘辉祥做一道漳浦春节必备的糕点——米果。在锅中加入清水，放入红糖和白糖，搅拌均匀。在锅中糖水煮开，便可加入准备好的糯米粉，让糯米粉和糖水充分混合，便可出锅进行下一道工序。这样揉一会哦，嗯，揉软的话才比较好吃。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的。来，我试一下。对，我揉的满头大汗的。哇，这个真的是体力活啊！对。揉了十几分钟，跟糖水搅拌好的糯米粉变成了软软的金黄色面团。接下来，赵姐把花生粒捣碎，撒上白糖，搅拌均匀备用。准备好的粽叶经过清洗，还需要一道特别的工序过油，把清水中加入食用油，放入粽叶微煮，让粽叶充分沾附食用油，这样米果在蒸熟之后才不会跟粽叶粘连。接下来最考验技巧的当然是包米果。从来没包过米果的刘辉祥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先捏一下，你想弄个圆，弄子弄。弄个圆，试一下。嗯。先给它弄圆哈。对呀，弄圆。然后中间弄一个孔。对，挖个洞。挖个洞。那给它弄圆。对，弄均匀，弄子弄。这样，哎呀，断掉了。快点。嗯，这个也是有点难哦。不会呀，哎，那你这样子弄嘛。嗯，这样子可以吗？嗯嗯嗯。在糯米团中放入花生馅儿，正着捏。我再给它包，对，给它包圆哈。包圆。把两张粽叶十字交叉放在掌心，就可以包裹加好馅儿的米果。哎，好，这样过来。这样子。过来。正着哈。这样子。对。再包过来，穿进去哈。对，从这里边，从这里头伸过来。穿过去。这样，这样比较好看哈，这样可以哈。对于漳浦人来说，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做上一笼米果作为春节祭祖的点心。而对于小朋友来说，香甜的米果是他们春节最爱的小吃。我以前小时候啊，看到这个果子一蒸熟就马上过去给他偷拿了两三个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慢慢吃。很快赵姐和刘辉祥就包好了一笼。赵姐把清脆的米果仔细码好，端在锅上蒸煮。米果彻底蒸熟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赵姐的家在赵家堡，赵家堡看起来跟一般的村庄无异，静谧祥和，绿荫环绕。可是说起这赵家堡的历史，那就相当不一般了。而赵姐的祖先也非寻常百姓，在等待美食的时间，赵姐便邀请刘辉祥重温赵家堡。那姐这样算起来，你应该算是王族的后裔哈、啊。是啊，我也是姓赵，我们祖先呢是魏王赵廷美的，但我这一代是33代的。33代。原来赵姐的祖先是从中原逃难至此的大宋王朝的王族后裔，在宋史的最后一页，一场惨烈的战役在广东崖山爆发，
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援军大获全胜，宋军全军覆没。而丞相陆秀夫抱着年仅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整个大宋王朝至此被彻底埋葬。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次惨烈的海战中，年仅13岁的闽冲郡王赵若和和侍臣乘坐小船逃了出来，最后在漳浦隐姓埋名。当时在逃难的时候是说不敢说我们是姓赵，改回姓黄。到明代时候朱元璋我们就有拿族谱给他看，然后就说我们是姓赵不是姓黄，那最后就给人回复姓赵。哦，就给他再异姓过来，改姓过来。对呀。岁月流淌，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恩准下，赵家王族后裔才开始公开恢复赵姓。之后赵家后人赵范便建造了赵家堡，聚族而居。保留完好的明代建筑完璧楼就是赵家堡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高高的城楼，微微上翘的顶檐，粗犷而厚重的石砖和赭黄色的土墙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幢闽南方形土楼和北方四合院相结合的方形堡垒，建到现在415年了。400多年了。对呀。我看它也是看起来很威严啊，整个。是啊，一楼都是用石头建，嗯，二楼三楼的土松墙，三合土子松，三合土是来用红糖、糯米、海蛎壳，还有红土，这是样子松叫三合土的。站在完璧楼前，正门门顶的青石匾上“完璧楼”三个大字，仍然不由得让人发古忧思。这个丸子上面宝盖头是代表宋字，代表宋。嗯，下面银字体代表元朝，元朝宋天炎帝的意思的。中间这个璧字，璧代表心拉上面，王缩小嘛，缩在那左脚下的。哦，这个意义是说，你们的祖先就是我们的王族后代，嗯，到我们这边来就是偏安一隅的意思，是吧？是是啊，因为你们姓赵嘛，那应该也有完璧归赵的意思。对呀，是完璧了，就是完璧归赵的意思的。啊，而楼字则把右上部分草书成了宋字，又与女连成了一个安字，同样也寓意宋朝后人偏安一隅、安居乐业之意。不论如今对完璧楼三个字的拆解是否是赵家堡的建造者的本意，在经历了江山易主、流离失所之后，赵家人对于平安安稳必定有着一份特殊的感受。走进完璧楼，形式规整，壁垒森严，多少流露出了一点皇家气象。可是天井中的暗道又隐约透露出了赵家人隐士在此的那一份不安。逃跑作用的，所以这个可以人可以进去啊。是啊，这个暗道以前是通到大海那边。通到大海啊。是啊，我们这边离大海有10几公里呢。10几公里、嗯哦、不过现在只通到外围墙。对，已经给它堵住了是吧？对呀、啊。作为大宋王朝的王族后裔，修建赵家堡的赵范也知道复国只是一个遥远的梦了。但是当年祖先是从中原逃难迁移，赵家人心里永远难以忘却的是对故乡的怀念。所以赵家堡里不管是建筑的设计还是整体园林的布局，都刻意模仿了北宋故都汴京的风貌。这有两个湖，这两个湖都是仿照荷兰开荒的潘阳二湖的。哦，那这座桥呢？你这座桥仿照荷兰开荒的周桥的缩小比例1/10的建筑的。这座小小的石拱桥被命名为汴派桥，据说是仿造北宋都城汴京周桥的式样而建，寓意汴派流芳。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赵家堡一个藏宝图内，上面这是马和字嘛，如果你就破开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赵家堡的宝藏的。哦，只要给它破解了就可以找到你们赵家的宝藏。是啊。是真的吗？这个是假的了。哦，假的。嗯，我还是真的呢。就是说上面写的就是大禹治写的啦。哦，嗯，这碑是仿照那个荷兰开荒的禹王台的。哦，所以这个碑叫什么？禹碑。这个是我们赵家堡的聚华宝塔，这个、有一个西极高的实心石塔，嗯，四面都有华像呢。哦，仿照荷兰开荒的铁塔有10分之1。在赵家堡里，不管是传说为记录大禹治水功绩的禹碑，还是巨佛宝塔，也都是仿造宋朝汴京的原建筑物。这样的刻意模仿让人不得不相信，当年赵家堡的建造者是试图把先祖曾经的辉煌和荣耀烙刻在这些楼阁远景之中，
也把浓浓的思乡之情寄情于这山水之间。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如今的赵家堡人安居于此，享受着这份生活的宁静。皇亲国戚的身份已经远去，平安生活的喜乐才是他们的现在。回到赵姐家，刘回祥坐在百年榕树下，和赵姐一起品尝着刚刚出锅的香甜的米果，聊着家常。刚刚出锅了，暖和和的。这个好好料啊，看起来。是啊。嗯，真好吃。好吃吧？好吃，然后给我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拍张谱。嗯。这个因为很多美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了、嗯、所以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嗯，我认为我们张浦做美、你也喜欢它，你就会天天都有故事，天天都有题材。刘回祥和邱志明相识多年，刘回祥每次回到张浦都要找邱志明一起远足爬山。邱志明是福建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也是地道的张浦人，现在他已经退休在家，可是手里的相机却一直没有放下。他最爱的事情就是用镜头记录家乡张浦，记录张浦的一草一木、城市变迁。张浦啊，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是是。那么这些变化呢，需要有人去记录啊。嗯。你记录下这个瞬间的美好，那就成了永恒的记忆的。是是。在邱志明的心里，家乡张浦处处是美景。一张好照片能记录家乡那一瞬间的美，也能记录他对家乡这份深深的眷念和热爱。所以每次我得到一张好的图片的时候啊、我心里面是非常激动的，是不是啊？你看我们张浦，这么一大片，十几年前呢、这些都是旧房子，现在都扩大了，都一倍多了，是吧？所以你说我们呢，是更要爱自己的家乡了。在邱志明拍摄的无数照片中，有一组照片是他坚持12年。在同一个角度拍摄的张浦西湖公园的全景。12年来哈、嗯，我总共拍了12张的西湖公园，其中呢我挑出了4张。第一张你看，我们2003年的西湖公园，那时候呢整个一个设施啊刚完成没多久，树呢也还没长大，边上也没有什么建筑物。2008年也开始有一些建筑物了，边上然后开始建房子，树呢也长得比较高一点的。对对对。年到2010年，嗯，我后面呢这些房子啊，第一批是安置房也都建完了，然后到了2014年，对，哎，整个城市建设、就体现出来了。嗯，所以通过比较啊，12年来啊，这4张西湖公园的影像啊，你会看到我们张浦确实啊，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对对对。还有2张照片也是邱志明特别津津乐道的，这2张照片拍摄的是张浦的城市中心金浦大道，一张拍摄于2009年，一张拍摄于2014年。5年间，金浦大道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恰恰反映了整个城市的变迁。为了让刘回祥亲身感受张浦的巨大变化，邱志明带着刘回祥登上了当初他拍摄这组照片的屋顶。原来这边这条路才10几米宽啊，这边都是一个破旧的房子。是。哎，2009年开始进行了道路的改造，这个旧房子的危房的拆迁，到2014年就建成了，多漂亮！8车道。八车道，你看多漂亮！看到张浦大道的变化，就感受了整个张浦啊，这个10年来发生了一个巨变。自豪的，自豪。看着家乡崭新的面貌，刘回祥这个久别的游子如何能不心生自豪？正是张浦人积极的求新求变和勇于实践，才让张浦这个大家在短短的5年间里有了如此迅速的发展。受妈妈的委托，刘回祥去车本村探望一位远房阿公。在刘回祥的印象中，车本村是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山高路远，人烟罕至。可是当他踏上去往车本村的路途，这才发现过去的记忆再次跟不上家乡的变化了。车本村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以前路感觉没那么好走，现在感觉路都顺畅了非常多。进了村，刘回祥便跟沿路的村民打听阿公吴时勇的住处。请问一下，那个吴时勇他家住在哪里？你们知道吗？知道，前面，在前面呢、哦。这边在，我带你过去吧。哦，你知道哈、哦，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问路却意外碰到了车本村的吴书记。吴书记很热情地把刘辉祥带到了阿公家，可是阿公的女儿告诉他们老人出门了。那他去哪里了？去进和府了。阿公女儿口中的进和府是中共进和府中心县委机关旧址所在地，当时的闽粤边临时特委的军械处、军医处、印刷所等都设在这处旧址。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邓子恢同志也是在车本村点燃了闽南革命的星星之火。早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陶铸、邓子恢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驻扎指挥过战斗，然后我们前两年就把旧址给它修整完了，就命名为红军之家。为了纪念那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村里把这处旧址命名为红军之家。书记说，刘辉祥要找的阿公正是当年红军的老交通员，所以他对红军之家特别有感情。虽然现在老人已经快九十岁了，但是身体还很硬朗，所以他每天都会去红军之家里坐一坐看一看。阿公，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真够好看呀哈，新年好新年好哈，七样啊哈，吃六五七杯啊，六七杯啊哈。在红军之家的墙上张贴的都是那些曾经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红军战士。阿公说，他现在每天来看看这些照片，就像这些曾经的战友还在身边一样。阿公还跟刘辉祥讲起了当年他和红军共同战斗的过去。五家厝的，嘿，咱啊，小半个家庭大家改造单子上去给人吃。按单呀。安打打瓦灰，打瓦灰。正面正打中来到小半小半打就说。谈起那段难忘的革命岁月，老人由衷地说，红军待他们亲如一家，而老百姓也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助红军，支持红军。啊，你做那安尼吼，给因帮助吼，啊，因够给你发帮助。要找些帮助。因家己都。无通我到开就要将个菜扛住，所以这拢是家己义务的啦，拢义务的吼。啊，甲共产党、甲人民一合起来的。阿公还告诉刘辉祥，村里现在开始发展红色旅游，整个村子的面貌是焕然一新。老去做出贡献，啊，有共产党在河南收的。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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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旁的吴书记听到老人高兴地谈论着村里的变化，他便盛情地邀请刘辉祥到村子里转一转。干净整洁的鹅卵石小道与绿树野花相映成趣，精心布置的小景观融合在天然的田园风光中。走在车本村，刘辉祥惊喜地发现，这个在他儿时记忆中破旧穷困的小山村，如今真的变了模样。吴书记说，2011年村里决定整合车本村的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以红军之家为核心景点发展红色旅游。以前的车本村比较脏乱，村民们也没有环保意识，可是吴书记觉得没有优美的环境又如何能吸引游客呢？当时村民也没有那个很多意识哈，垃圾全部都弄到小溪里面是吧？单单那个小溪里面垃圾就运出去就有39车，要搞那个红色生态旅游，肯定就要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了，游客才能过来。看现在都很漂亮啊。对，现在搞得游客说比较满意啊。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啊。好玩。你是跟谁过来的？我妈、我爸爸还有我姐姐。我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正因为曾经的闭塞，车本村的发展比较缓慢，村里很多老房子都被保留了下来。对于这些上百年的老宅，吴书记认为唯有因地制宜、修旧如旧，才能真正打造出他们村的旅游特色。这是进村的第一套房，当时这个套房子是红军那个战士那哨所，他现在对他现在还有扩大红军4个字。那有没有重新给他再修整一下？现在修房子现在要修旧如旧，这一块尽量要保护原汁原味的这种房子，不可能去大拆这种房子。悠悠的青石板路装点着古朴的村落，
拾级而上，路的尽头是当年红军住过的老房子。他们看见红军过来很受欢迎哈、就把自己家的房子全部偷出来、还走的时候还给留了很多粮食、那这边当时住了多少红军呢？我听他们讲就100多人，100多人。作为漳浦海拔最高的村庄，这本村也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吴书记说，村里1/3的村民都在养蜂，当游客不断涌进这本村，也为他们当地的特产带来了销路。书记带着刘辉祥上山去看看村民的养蜂场。在上山的道路两边，随处可见养蜂的小木箱。哦，你看到了，咱们村民、村民就在那，刚刚在那采蜜。可以靠近吗？可以，没事。可以靠近，不会叮人。哇，这整个都是蜜蜂啊！整个都是蜜蜂。大叔，我问你一下哈，那个白色那一孔一孔是什么东西啊？下面这个是蜂巢。蜂巢是吗？对，上面是蜂蜜。就蜂蜜。然后那个蜂巢是蜜蜂住在里面是吗？对。哦，晚上住在里面了以后，它出去采蜜。蜜采出来就放在蜂巢里面。对。哦，是这样子啊，这还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位村民穿戴着防护服，正在割蜂蜜，看着晶莹剔透的蜂蜜被切割下来，刘辉祥忍不住要吃上一口。我可以试吃一下吗？啊，可以的，可以的，很甜的哈。怎么样？好不好？非常甜，然后又很香，味道更加的纯一点。对，它是山上的，专门是那个百花的，都是原生态的吧。当年车本村村民爱国拥军，让革命的火种在车本村得以延续发展。如今的车本也因为这段革命的过往而受益，游客们慕名而来，瞻仰革命先烈，缅怀革命历史。原本偏僻的小山村如今热热闹闹，这些游客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赚钱的机会。村民们思想也活了，各自寻找赚钱的门道，日子也就越过越红火。那看到我们一些大妈呀、大婶啊，他们都感觉蛮快乐、蛮幸福的感觉啊。现在村民啊，可以卖很多土特产的，比如说春天就有那个野生茶啊、茶，到夏天呢、就有很多野果。现在村民呢做小买卖啊、所以变他们收入都比较多，收入多起来了、慢慢也就富起来了。刘辉祥带着对车本村全新的印象回到了阿公家，阿公家人盛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一家人热热闹闹在一起，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而兴致勃勃的阿公也深情地唱起了以前的革命老歌。好喜欢人民真好爱人民呀，高山叫做银针收不完。县城日新月异，红色老区越变越美，可是在漳浦也有着千百年来一直被保留被传承的，那就是来自于中原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刘辉祥来到了卢书荣老师的剪纸工作室，这个看似普通的工作室可有着不简单的背景，它代表了传承了1000多年的漳浦剪纸艺术。卢老师你好。啊、你好，你是小刘吗？哎，对、欢迎欢迎。好，我看这么多剪纸的这些都很漂亮，都是您创作的吗？是，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哎，我看我们这个人物上面这个表情都非常的栩栩如生，像他们这个都是粘在一起的吗？还是有断掉的？是的，五官都是有粘在一起的。都粘在一起的。嗯，整幅画都是吗？是的，像剪纸它就这个特点、它是哪怕再大的作品它拿起来也是一个整体，一张就是不能断掉。对，每根线条都是连在一起的。那很难哦。是，我看这些松树也都剪得非常的栩栩如生哈。松树的叶子呢，是我们采用漳浦的排剪的形式来表现的。排剪，漳浦的排剪是说它是我们漳浦自己发明创造的剪法吗？是的、因为之前呢在北方叫做锯齿纹，其实它排剪就是指、又细又长的锯齿纹、就像这样子是吗？是的。卢书荣告诉刘辉祥，相比北方剪纸的粗犷奔放，漳浦的剪纸则细腻雅致得多。漳浦的排剪呢就是非常细腻，所以漳浦的排剪呢经常会运用在那个动物的羽毛或者是一些花瓣上面。对，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卢书荣老师告诉刘辉祥，漳浦的剪纸技艺来自于中原。唐高宗时期，朝廷派陈正率兵镇压福建南部的蛮僚校乱，当时陈正、陈元光父子带着几千人的府兵和家属南下平叛，
剪纸就是在那个时候随着军队而来到了漳浦。最开始剪纸也只是作为刺绣的底样，可是到了明清以后，剪纸就慢慢脱离刺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当时那个军队的军属们啊，他们就随着那个军队过来之后呢，然后那些妇女们他们就闲暇时间会绣绣花，对不对？其实漳浦剪纸它最初只是作为刺绣的底样哦。对，然后在绣花之前先剪一个纹样，然后再往上面绣花。现在卢淑荣老师在漳浦县实验小学创办了首个剪纸培训基地，对于热爱剪纸的孩子们，卢淑荣总是倾囊相授，并动手设计了一些有趣的卡通图案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而刘辉祥也跟着小朋友们一起上了一节剪纸课。这只小动物什么呀？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剪的内容。黑地猫的脸部是用什么表现啊？我们把两个眼睛跟一个嘴巴剪掉，留下板块，把它称为鹰剪。是的，那为了要做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的衣服给 KT 猫穿的衣服呢，用到的羊剪的方法来处理，对不对？我们留下的线条把板块怎么样啊？剪掉，就会显得这件衣服特别漂亮。是的，分到了不同的卡通图案，孩子们都挥动着手中的小剪刀，开始安静地剪了起来。卢淑荣说，很多家长让孩子学习剪纸，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耐心和细心。作为初学者，刘辉祥也认真地剪起了自己手里的卡通图案。20分钟后，孩子们纷纷完成了手中的任务。老师，我剪完了。是吗？我看看，剪得真完整。这个是小兔子是吗？对。哦，很漂亮哈。你学这个学多久了呀？一年半。一年半是吗？喜欢这个剪纸吗？喜欢。喜欢哈？为什么喜欢呢？因为我喜欢这些小动物的图案呢。刘辉祥奋起直追，最终完成他的第一幅剪纸作品。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土豆泥面包。土豆泥面包。是土豆还是土豆面包？土豆泥面包。他是不是一个卡通人物？不是。你们在卡通片里没有看过他吗？没有。那你们就给他有一个。有一个是吗？那你给他取个名字吧。土豆娃娃。土豆娃娃哈，那叫土豆娃娃哈。那你看哥哥这个剪的好不好看？不好看吗？不好看吧？不好看。你看我第一次剪哦。你看第一次剪那个，这也不好。不好哈，没关系，哥哥会改进，好不好？你们要多教教我一下。多剪就好。对，你们都剪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剪的爱吃鱼的螳螂。我看一下。爱吃鱼的螳螂呀。那你们喜不喜欢剪纸呀？喜欢。传统的彩纸，古老的技法，剪出的却是代表了现代时尚的卡通形象。悠远的文化在现代的漳浦得到继承和发展，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穿越于传统与创新之间，是漳浦人永远无法舍去的中华文化之根。士岭畲族乡位于漳浦县东北部，这是一个少数民族乡镇，这里大多数人都姓兰，是兰姓畲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今年春节，士岭畲族乡会进行4年1次的大型新春祈福活动，这个活动名叫碾疫。刘辉祥有个兰叔就住在士岭，在兰叔的邀请下，刘辉祥前往士岭去看一看这个碾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哇，这做得很漂亮啊！这就叫做脸，脸是吧？啊，对，是脸。哦。然后那边那个是翼，这个叫翼。啊，那边是翼。我看到这边有些小人哈，这些小人他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是体现当时的生活是男耕女织，祈求来年呢，我们也过个和祥的日子，就大家百姓也像这样生活。兰叔告诉刘辉祥，左边这座轿子就是碾轿，右边这座轿子则叫翼轿。每家轿子都做工精巧，上面装饰着花鸟鱼虫，
还有栩栩如生的古典人物。哎，我看里面还有一些椅子，这个椅子是要做什么用的？这个下面是做玉女，然后上面做一个金童。哦，就是要做两个小孩子啊。金童玉女就是说我们祈求出好儿女，就是我们生出来孩子就像金童一样。蓝叔说，再过两天就要开始新春祈福活动，到时候碾衣轿子都会制作完成，会比现在看到的半成品更加缤纷绚烂。到了赤岭畲族乡新春祈福活动的正日子，蓝叔穿上了他们畲族特有的民族服装。在活动开始之前，蓝叔带着刘辉祥先到了他们漳浦蓝氏的宗祠众玉堂。我们这边95%都是姓蓝的，因为蓝姓在外面你很少听到。对，我也很少听到有姓蓝。就是啊，蓝氏是我们是少数民族。走入众玉堂，抬头望去是各式各样的牌匾。蓝叔说，这些牌匾有不少都是清朝的皇帝御赐的，表彰他们蓝氏家族中赫赫有名的三位人物，现在被称为蓝氏三杰。这个哈、是我们的大将军蓝礼啊，当时就是在施琅要平台湾的时候，蓝礼呢是当先锋，去跟那个郑克爽在澎湖列岛那边打，最后那个肚皮被那个子弹插破，然后把肠都流出来了，这用旗袍给他包扎好，继续作战，然后取得胜利。哦，所以就皇帝给他赐那个首相无钱，康熙皇帝就给他赐一个首相无钱。那再过去那个是大将军，那个是蓝廷桢。蓝廷桢，对，蓝廷桢也是当时也是平台嘛，就朱一贵要造反，然后就是这个蓝廷桢去给他平乱，平息了这个平息战乱。来，再过来这个是这个是吗？我们的蓝鼎炎，蓝鼎炎他是什么？是当时是制台中相，处理台湾的政治经济。蓝叔说，蓝礼、蓝廷桢和蓝鼎元三位文官武将是他们蓝氏家族至今引以为傲的荣耀。啊，皇帝赐了一个首相无钱，所以我们姓蓝的畲族他就有一个冲劲，有一个不怕艰苦的精神敢一拼。此时众玉堂外传来了爆竹声声，原来碾衣轿子已经走街串巷，快抬到了宗祠的门口。赤岭畲族乡的新春祈福活动吸引了沿街村民的围观，有很多村民跟随着碾衣轿子一起步行前往宗祠。现在碾衣轿子已经彻底完成，色彩缤纷，十分喜气。而义轿上则坐了一男一女两个金童玉女，热闹的锣鼓敲响了。碾衣不仅仅是新春祈福活动，同时也是民间传统竞技，不仅要比哪个村把碾衣装饰得更漂亮，还要比哪个村抬着碾衣跑得最快了。高高的碾轿分量不轻，抬着跑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还必须这八个抬轿人齐心协力，协同一致，才能完成任务。这场抬碾轿的比试不光是比村民的体力，还是比试村民的凝聚力。碾衣是赤岭畲族乡特有的新春祈福活动，这个活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畲乡人民正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祈求万民平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来年大丰收，庆祝和谐发展的新生活。